今天召开这紧急会议是有关于六合夜市。经过调查，六合夜市业绩营收每况愈下，原因是他们的促销活动太少。政府委托我们来解决六合夜市的问题，我们无所不包公司一定可以在一个礼拜内完成这计划案。我有问题，请说。一个礼拜会不会太短了？请注意一下你的言辞。请坐就对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嗯，不好意思。很好。那火好，火焰怎么样？我跟不知道可能。我可以创新一点。之前这什么意思才用过？太旧太旧，换一个。就还蛮新奇。喂，要围三天哦。三天啊？可是不是一个礼拜吗？怎么变成三天呢？怎么可能？我的方案都还没做出来哎。哦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哎，你玩什么手机啊？我不是玩手机啊。其实你看现在智慧型手机那么红，其实我们可以结合手机游戏，再结合行销啊。哎，那行销部分就可以交给我了。那我们也可以用 QR Code 啊，还不错哎。哎，那个游戏软体部分我就有 APP 里面的来制作喽。嗯，不错哎。不错 ，OK。嗯。好，那这东西有既有 QR Code 加 APP， 还有我们的游戏，就变成数位行销游戏 APP。经过各个部门的脑力激荡过后，最终成果是数位行销游戏 APP 玩转六合。现在就让我们把现场交给六合夜市。为什么六合夜市都没有什么促销活动啊？哎，我问你在听啊，那整条夜市全部都是黑色方块，那是什么啊？哦，那就是我们上次机盖课学到 QR Code 啊。哦，难怪六合夜市很想要办促销活动。真的假的？先下载游戏。好啊。哪一个啊？应该这个吧，玩转六合。哦，好。哦，原来就是要扫描店家 QR Code。很好看吗？嗯，好。哎，你看，里面有这家店的资讯哎。真的，还有它的主打商品青草茶，评价还不错哦。只要扫三家就可以玩游戏哎！哦，对面好，你来一个，耶、yeah, ，可以玩游戏了。什么游戏呀？我知道了。嗯，掷骰子比大小，你最擅长。好，快说，耶耶！哎、yeah! yeah! ，有红色的礼物盒，真的，应该是代表优惠。食物、衣裤、其他，你要哪一个？十五好了，好。哎，青草茶一杯，耶、yeah! ！走吧。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呢？整个游戏过程不仅可以增加顾客消费时间，还可以增加店家的营收，真的是一举数得。希望未来可以跟全台的夜市合作，让全台夜市都变成一个美丽的科技列车。谢谢。董事，这是我们针对六合夜市所做的成果报告书。有。那你们实际的成效如何？请看一下背面。哦，不错嘛，你们努力哦。我们无所不包公司，只要有我们的地方，必能够创造奇迹。无所不包，无所不能。谢谢大家。